小薇，谢谢大家。还有什么礼物？来来来，我们还录着呢，录着。来，什么礼物？哎，等会儿，待会儿再说。给你个那个麦克风。喂。老干哪儿呢？哇，那个，哎，拿个麦克风，你说。我先祝贺你，前天在电视剧《风云榜》得奖。然后，这个是，哟，好漂亮！来，记得带我来，我天哪，太漂亮了。来，这个我帮你拿，你先给大家展示一下。这个不是吹的哦，这真的好看，这好美哦。这个是以前你在影视歌三方面得奖的照片做成的手机。来，拿着冲那个镜头，好美哦，好美好美。你怎么？你能告诉我怎么做的吗？你说，就是对呀、以前那个赵薇在影视歌三方面得的奖的照片，然后坐在这里面，就是每面都是不一样的。你去哪里做的呢？这个，昨天我觉得真的做的挺好的，漂亮哦，还好重，家都可以。大家看，真的挺可爱的。这个你们赶紧给刘薇弄一个，听到没有？这个留，然后这个放到盒子里边。来，王旺，他们帮我把这个装一下，待会儿给赵薇拿着。这个是你前天在电视剧《风云榜》得奖的时候来跟我们的 pose 做成的设计。哦，漂亮哦！送给你，天哪！你一定开水晶店的吧？然后借此希望你在今后在影视歌三方面都有更大的发展。好的。还有呢。你看你来就来吧，还带什么礼物？这张纸上是我念一下，来，这张纸上是我们影迷会所有的会员，包括喜欢你的人在、想跟你说的一些话，这个待会儿你来念吧，你们念才情真意切，来。亲爱的小薇，看到你在舞台上握着奖杯是我们最高兴的时刻，因为你的努力得到最广泛的赞同，那一刻你是美丽的，我们是欣慰的。9年过去了，我们始终与你相随，风雨无阻，无论奖杯多少，你在我们心中永远是最好。感谢赵薇，你的真诚、友善、宽容、坚强伴随着你的努力带领我们成长，愿永远与你一路同行。赵薇，北京影迷会。我们所有的会员想，对你说，希望你在以后，的生活中能够天天开心，然后也希望你在事业上有更大的成功，最后就是想对你说一句，能和你一起成长，我们真的很幸福。抱一下吧。谢谢，没有了吧？非常镇定。没有。来，把东西那个收一下，真的很好看，真的很好看。好美啊！谢谢那个。把那个我们的工作人员把这东西收一下，还有那个东西都给他。对，我们让赵薇赶紧去赶飞机。那来，那个谢谢大家，那个我们录影非常非常顺利，然后那个。